带低压乐团和郎朗老师、周深老师，请上台准备表演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大家好，我们是热带低压。因为我们当时起队名的时候就我们都比较低迷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低压，但我们同时也是热带低压。只有热带低压过后才会有台风，我们现在就像是台风一样，我们回来。我特别喜欢他们，他们就像我的小弟弟似的，我们肯定会很有意思的感觉今天。好的，你们最重要的人也来到了现场。看到我爸还挺感动，不由自主那种就是情绪往外涌，我就感觉哎呀太会搞了。爸，嗯，看表演就行。嗯，看给他了。我就说一句我很少很少对我爸妈说出口的话吧，就是爸妈我爱你。我就不这么说这么肉麻的话了，我不想当着这么多人哭。没事儿子，加油，老妈在北京看着你，加油。嗯，就挺想你的，真的。就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说这句话啊。就因为我妈是一个人，就是等于是一个人去把我从小带到大的，但是我之前很叛逆，我干过一些很叛逆的事情，但是她一直没有放弃我，然后我就把我对她所有的那些不理解，我可能会写在歌里，但是用另外一种方式。对，好，对。其实你也很乖的，知道吧？大家好像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很伤情的样子，但是这首歌绝对不是一个伤情的样子，它是一个温馨的、有力量的样子。然后，所以就是觉得唱给大家听吧，要比说再多都有用一点。对。所以就那我们那首歌怎么办呀？我们发布，那现在真的就唱不了，唱不了。哦，不，我觉得是这样子，就是现在如果我们在一起，你们的歌可以拿出来，一起讨论，一起讨论，对，我能想到在短时间最快速能做出一首歌的可能性就是他们俩。来，放歌，解谱，直接写。最后还要设计和声，超再铺点的鼓什么的。做个加速。对。赵哥写词，曲子的话他也会跟我一起写，对，就干就完了，去干，干，去干。哦，这个好棒，深深来的很有用，整个的唱的水平一下完全是走了好几个阶梯的那种啊速度。我的那个部分的编曲我用的还是我平时的格莱美的这个制作人。How are you, David? Hey. Yeah. Doing really well. So,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song? Oh, I thought it was great. I enjoyed right away. You know, I just feel that. So. Yeah. 付子超和这个黄伟明这个作品还是真的好听，这歌写的是真的很好。旋律是我想。编曲是我做的，词是徐阳来写的。他就是尤其考学那段时间嘛，坐列车去北京考学。啊，这个列车就是从对，落脚在北京。听，星际的列车。我想到这个亲情，我的脑海里的画面就是我艺考的时候，我妈妈，就我跟我妈挤在一个10平米的小房子里，过年就我两个人抱着哭，我跟我妈妈。
小小的十几平米有你。我妈妈就是真的是这么一点一滴陪我走，就是练鼓也好，陪我走过来。我妈妈说，在你离开的这段日子里，家里只剩我一个人，让我想起了之前我在的点点滴滴。愿你开开心心的每一天，爱你的妈妈。他里面表达那种徐阳的情感，我也能感觉得到。哎，他怎么困成这样了？他今天就没有，从昨天到前天，三天，就我们都觉得可以了，不用了，走，就要，我就要，也挺可爱的。他等于是一个支点吧，我们三个要看到他这样子，你自己不做音乐，你心里也会过意不去。对，我确实是这样子。我们这次还是打了有准备之仗，而且这种排练也够狠的了。就我在格莱美演出，我四次演出都没有这么排练过，一遍又一遍的弹，一遍又一遍的练，怎么都能练出来，我是相信没有问题的。就是中间的调跟那个原本的有点不同，我到那个地方停吧，我觉得。我可以少弹点，你到中间时候。郎老师实在是太好了，他完全没有架子。我没想到一个大师能这么的平易近人，就能跟郎老师和周深老师同台一次，真的太难了，就已经值得了，我觉得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加入让我们的音乐更加高级，蓬荜生辉。太帅了。我会一次一次的想你，看窗外的冬季。听，星际的列车穿行，为了落脚在北京，小小的十几平米，有你。像冬季笔尖的暖意过爱意，他沉默细细陪在身边，从不心急，我胸怀抱有你坚定，不安的梦里如你温柔的降临。我会一次一次奔向你，看窗外的冬季，像被雪染白的发髻，四月的孤寂在你脸上。我会一次一次奔向你，在城市的间隙，请你不要为我担心，也不要让我再去担心。他的你的突破破镜当作空气，带给我的却是无底线的宠溺。但是真的当你体会我早已经对你是否还以为爱来得很容易，为我在街上风吹的，原来现在的我才不堪与骂。我真的很抱歉，我最爱的梦，我愿意用功成名就换你曾经梦。你是风平风景为我开的窗，淋不到雨一样那么远光。你是黑暗中是照亮我的避灯，感谢你用全部温暖包裹我的一生。我会一次一次奔向窗外的冬季，想你
么没了？真的已经足够，真的已经足够。别再为我担心，在你每次哭后，在你每次哭之后，知道你为我付出你的所有，为我付出所有，让我将你身上去世给挪走。别让我担心。高级啊，他两个结合得非常好。